今天难得了，哎，我们台湾有两个团体参加学院的开幕典礼，啊，这几天在布里斯本晋中学会在这边参学，啊，明天我们要启程应邀啊，去访问印尼，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有个机会呀，在这个地方聚会，啊，顺便呢谈谈在现前这个阶段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前两天我们也针对一般社会对佛法没有深刻的认识，做了几个专题的讲演，其中第一个专题是介绍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教导后代，教学的理念内容可以上溯到4500年以前，啊，这是历史上啊有记载的。圣人啊，什么是圣人？这个名词含义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古时候，圣跟神是相通的，啊，它的意思是对于宇宙、人生真正的理解明了。用佛法的话来说呢，就是彻底通达诸法实相，啊，这样的人在中国就称之为神圣，在古印度呢则称之为佛菩萨。换一句话说，圣人是个明白人呐，凡夫是个糊涂人呐。啊，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过分。啊，圣人何以能明了呢？啊，圣人为什么要教导我们呢？因为
只有他们才真正明了，一切众生本性是相同的。啊，在中国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啊，这句话真的是3岁孩童啊都会念的啊，但是真正的意思那就很深了。实在说80老翁啊未必明了啊。这个人之初不是说出生下来，不是的，每一个人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有前生，有过去世啊，前生还有前生啊，他追溯到无量劫前，那才是人之初啊。所以我们要不学佛，对这句话也是含糊笼统，没有办法深解义趣啊。这个大乘经教熏习时间长了啊，这才明白一些啊。儒家所说的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性本善啊，他见到了啊，确实佛在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自信本具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一丝毫欠缺，而且是平等，每一个众生都一样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是真正明白人说出的明白话了啊。六道凡夫这个麻烦大了啊，佛给我们说本来没有六道，不但没有六道，而且没有十法界啊。原本就叫做一真法界啊，是在讲原本呢没有名相啊，没有言说，也没有起心动念过啊，那是原本的样子，那是本善的样子。啊，佛说这很遗憾呢。一念不觉，二有无明。这个话意思很深，很不好懂。什么叫一念不觉？一念是无念的，二念就有念了。啊，一念的境界，经上讲的很多了，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那是一念的境界，不可思议啊。啊，那么中国古圣先贤讲的，难道跟佛菩萨讲的是那么一回事情吗？是，有证据，这不是随便说的。啊，你看看老子。
这个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一开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们想想他这两句话的意境，跟佛经上讲的见性那个境界相不相似？所以我们就肯定了，中国古圣先贤的境界确实是佛菩萨。是一个境界。纵然不失究竟如来果位，我们相信啊，那也是地上菩萨的果位啊。曾经有人讲啊，庄子是七地菩萨，这个事情早年我在台中向老师请教过啊，我讲的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啊，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老师给我说，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这老师回答我的啊，事上确实找不到证据，理上讲得通啊。那我们读普门品，读楞严经啊，里面看到观世音菩萨所说的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那根据这个道理来说呢，那这些人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不单在中国啊，所以我从这个理论呢推演，觉得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啊，他们那个古圣先贤呢，通通是佛菩萨化身。随众生心，因所知量啊。在中国，那就是孔孟老庄；在西方，那就是耶稣、穆罕默德，啊，摩西，那就是谁啊？仔细去看他们的经典，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不过我们一定要懂得，原始的经典呢，这个西方的时候是改的太多，改的面目全非呀！这一点不如中国。中国古人教学严格。决定不许可改动经典的一个字，纵然是错了，古书抄写抄错了，现在印错了，不能改。你以怀疑是这个字是个错字，或者这一句有问题，你可以在旁边注明，你不能改动。这个教诲好，让中国人在今天还能看到古籍的本来面目西方人没这个概念我听说圣经改过很多遍这个他们自己承认的原始的圣经是什么样子是没人知道
啊，听说原始圣经里面讲到轮回，啊，现在没有。啊，原始圣经里面讲到报应，哎，现在好像也没有这个这些文字了。所以我们肯定，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所有这一些大圣大贤，古今中外啊，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我们不能有分别心，有分别心就错了。啊，譬如我们在一个学校跟这个老师很熟悉，天天上他的课，啊，这个老师到别的学校他也兼课啊。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那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一个老师啊，所以宇宙是一体呀。啊，这是《大乘经》上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个我们念得很熟。这十方三世佛，大家想想，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啊，九法界众生啊，个个都是未来佛啊。为什么？他有佛性吗？有佛性，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所以佛菩萨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都是佛啊。不过现在这个糊涂佛啊，没觉悟，他迷了啊，这是一念不觉而又无明啊，越迷越深，越迷越严重，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十法界里头又变成六道，又变成三途。这个就是为识所变啊。可是你要记住，为心所现的是永远不变的啊。所以一真法界在哪里呢？一真法界就在眼前啊，为心所现的啊。这里面种种变化呢，那变化是为识所变的。这个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在最近看到日本啊江本胜博士的水界境的实验，我感到非常欢喜啊。为什么呢？他证明了唯心啊唯识所变，证明这个东西啊。水是矿物啊，啊，你看我们识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这识的作用啊。我们每个人妄想分别之处不一样，我们对着这个水，它产生的变化，它的回应接近呢不相同啊。我们的善意，它的接近很美。恶意呢，它接近很丑陋啊。每一个试验的人绝对不会一样啊。所以我邀请江本博士来到这个澳洲访问啊，那正好我在中国大陆啊，我们没有碰到头啊。他在我们学院做了几次讲演。啊，我很希望跟他见个面啊，建议他把他的试验扩大，不仅仅是水啊，所有一切物质都有发现啊。有情世界叫佛性，无情
器见，器世间呢叫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所以华严经上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就是说明啊，它是一体啊。什么是发生呢？整个宇宙是发生。什么是真心呢？虚空法界是真心，是自己的真心。真心所现的嘛。设法界里千变万化了，那是妄心变的。真心能现，妄心能变的。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利用这个科学技术，网络、卫星电视我常常把这个卫星电视的荧光幕荧光幕能现的荧光幕比作我们的心现里面的影像，它会动，它会变化，那是实。是跟心离不开呀，但是事实是形式性，就跟水跟波一样，水跟波分不开，但是水是水，波是波，这个你要很细心去体会，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恍然大悟，然后再说，动中有不动啊。动的是实啊，是变是动啊，不动的是现象不动啊。不动的是真心，是真的，动的是虚妄的。能现是真，是真的，能变所变都是虚妄的。这个佛法真妄很不容易辨别。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自自然然就看破放下了，看破放下，不费吹灰之力了，套一句佛教的术语，法尔如是。所以，十法界是十变的，六道十变的，三途也是十变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世间有灾难了，许多人提心吊胆，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普通战争，核武战争、生化战争，这个真的是俗世大杀伤力了，现在的核子弹不是二战投在长崎广岛的那个炸弹呢，那个炸弹太小了，现在这个炸弹的威力差不多是这个长崎广岛的千倍万倍，一般讲是五千倍到几万倍，你是怎么得了？几百万人的大城市，甚至于上千万人的城市，一颗炸弹就炸完了。所以没有不害怕的，没有不恐怖的，这是人自作自受，当年为什么拼命造呢？造了之后，在现在受到威胁了，外国人干的事情，中国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说老实话。中国人
在这个世界，现在世界人对中国人看法不一样了。啊，真的，二次大战之前，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啊，认为中国人愚痴、没智慧、没有能力。二次大战之后，啊，渐渐的改变观念，啊，中国的学生在外国留学，有非常卓著的成绩，啊，外国人另眼相看。我是在1983年第一次到纽约去讲经，沈家珍居士邀请我的。啊，在纽约有一天，啊，沈居士宴请我们，在座的当地的美国人，就有一个人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法师，从前我们对中国不了解，现在知道了。西方人几乎能肯定，世界上最聪明的是中国人。啊，他但是怎么样呢？哎，他一个一个比呀，中国人低；两个两个比呀，犹太人。”三个三个比呢，日本人低。他就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啊，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我就笑了一笑。我是上帝安排的。他愣住了，他是基督教徒吗？啊，上帝安排的。说为什么上帝安排的？我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你还有饭吃啊！所以大家哄堂一笑，是真的。他瞧不起了，中国人聪明不团结，啊，所以他们对日本人很尊敬，啊，日本人团结，啊，虽然呢是一种讽刺的笑话，但是也是实际的情形，啊，外国人真的怕中国团结啊，中国团结真的他没饭吃了。那实在的，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大慈大悲，反正中国人有饭吃，你也会有饭吃。啊，所以在为什么说中国这个科学技术也能追溯到几千年前？皇帝发明指南针，为什么不继续在科学上发展呢？如果继续科学上发展呢？大概2000年前，世界末日就到了。啊，这是中国人的智慧，不愿意走这条路。这条路是个险道。啊，所以中国人他发展的方向在伦理道德，从这上发展，这个上面发展，长治久安呐。啊，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谚语说：“应天顺人。”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一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永远随顺大自然的法则，绝不违背自然法则。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德了，啊，道就是自然法则，随顺自然法则就叫做德了，啊，外国人不懂道，所以他破坏自然法则，啊，自然法则里头没有叫你造这种武器啊，叫你自己毁灭自己啊。
啊，虽然这科学技术是带来人一些方便，我们要想想，我们得这么一点甜头，付出多少代价？有没有人想到？只有中国老祖宗想到。啊，所以这个账算算划不来，决定不走这条路。不是中国人不聪明啊，中国人聪明到绝顶啊！啊，那么今天世界已经到这个样子了，啊，大家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啊，世界多少领导人，真的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啊。没有法子解决 啊！现在最严重的摆在眼前的问题，动乱、不安啊，不分贫贱贵富，哪一个不是生活在恐惧里面？啊，没有恐惧感的，那大概是麻木不仁。啊，没有安全感了，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天天生活在恐怖当中。那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这种生活是卧轨道的生活。啊，鬼，哎，是时时刻刻怕别人陷害他。生活在恐怖当中，所以鬼叫刀土啊，三土叫刀土啊，啊，那个刀土就是常常有，好像有人拿着刀要杀他的，形容啊，生活在恐怖当中。那我们现在不是把科学技术发展到极点的时候，把人变成了鬼道？中国啊，人聪明啊。怎么肯干这种傻事啊？可是今天世界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啊，挽救还是要走古圣先贤的老路。你要不走这条路你去找，如果你能找到一条更好的路，那当然高明，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找不到今天道德崩溃了，伦理崩溃了，啊，极力怎么样大声疾呼提倡，没人相信，甚至连因果也没人相信，啊，所以胆大妄为啊，他敢造恶业，啊，到果报现前呢，后悔莫及了。但是一堕三途出来难了，三途进去很容易，出来很不容易啊！佛决定没有妄语啊！我们要相信《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如语他所讲的完全是事实真相，不增不减啊，怎样才能够其如佛境界呢？真的自己有个转变呢？我个人的经验可以提供诸位做个参考，那就是学习啊，古人讲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我学佛到今天52年了，52年呢，没有一天离开经本，我每天都要读经，要看经。啊，讲经
讲了45年了。啊，我一出家就开始讲经，而且讲的都不是像其他的人，一年讲个几次。啊，我天天都在讲啊，啊，除了旅行，啊，中断个几天。常年在讲啊，天天讲，天天劝别人，天天劝自己。我从这里得利益啊，所以深深了解那个熏修的重要啊。凡是你学佛或者你讲经，你的毛病习气还改不过来，你熏修的不够啊。不是转不过来，不够啊！像一块木头泡在水里头，泡了几千年了，湿透了。你现在把它拿出来，拿几只洋火想把它点燃，这不可能的事情嘛！啊，那怎么样呢？放到炼钢炉里头。密集的强火去燃烧，啊，烧它个几天，烧燃了。熏修是比什么都重要。到你契入境界之后，乏味你就尝到了。啊，《论语》里面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真正尝到乏味呀！啊，你才晓得那个快乐。人间天上都找不到啊！啊，别说人间没有啊，天上也没有啊！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到四圣法界里头勉强有一点，啊，那个味不浓，啊，真正的浓味呢，那一定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你超越十法界了，啊，你才真正尝到法味。那个时候欲罢不能呐，啊，是出现什么法？你想你要换你的，你不肯，你不会换的，啊，你知道这个味浓。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好学，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啊，刚才说了，不但是六道三途、十法界，都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就应当放下，彻底放下。啊，这一放下呢，灾难就没有了。哪一个人放下，哪一个人灾难就灭了，就没有了。啊，这是真的。在共业里面有别业，有不共业。啊，但是我们看到芸芸众生，不觉悟的人太多太多了。也都要想一些方法帮助他们呢，把灾难减缓。啊，这个减缓靠我们的力量还是不行的，靠许许多多觉悟的人。啊，许许多多觉悟人是谁呢？是诸佛菩萨，是天龙善神。啊，要靠这些人呢。啊，这些人。这是李老师以前教给我的至诚感动，啊，都有慈悲心，啊，挽救的方法是真正从自己本身做起。
故自性啊。臣己而后天下臣，治己而后天下治，一切都从自己本身做起啊。今天祈求世界和平的人很多很多啊，大学里头有和平这个课程，有研究所啊，研究了八九年了，和平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什么原因呢？没有从自己本身做，真正原因在此地，只是口头上怎么说，劝别人做，自己没认真啊，没有放下自私自利，没有放下名闻利养，没有放下五欲六尘，没有放下贪嗔痴慢，啊，所以佛菩萨做这个事情有效。啊，孔老夫子教学有效，什么原因？本身做到。做到而后说，人家相信啊！啊，人家心悦诚服啊！啊，你能感动人，你自己没有做到，说得再好听，人家总打很多问号。哎，你自己为什么没做？毛病就出在这里。啊，念佛，念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没放下。啊，念佛堂堂主的口头禅，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身心世界。再先问，堂主你放下没有？念佛堂堂主不好当啊。你自己果然身心世界放下，你那个话是从心性里头流出来的，能感动人。你自己没有做到呢，你这句话是意识里头流出来的，不一样啊。同样是一句话了，发源处不相同啊。一个能感人很深呢，一个不能感人。啊，那么这些年我们弘护正法啊，尽心尽力在做，不但弘护正法，而且呢我们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奠基啊，还有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宗教，我们都平等看待啊。我们也是在极力提倡啊。啊，诸位看到图文八，我们这个净宗学院啊，万姓先祖纪念堂正当中，我们这个两边不用对联的啊，我们用什么呢？用各言啊，左面的这左面上方啊，我们现在悬挂的犹太教的教会，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
啊，右边我们采取的儒释道三家了，啊，老子的、孔子的、释迦牟尼佛的，啊，许许多多的宗教，我们都已经选出来了，都写好了。准备常常换啊！你看看，所有宗教圣贤教会我们，我把它总结，不外乎仁慈博爱。其目的呢，同样都是帮助人破迷开悟，离苦。所以在佛家，那都是佛菩萨了。啊，我进其他的宗教的道场，他们供到的神像我都拜，他们供奉的经典我也拜。所以人家看到的奇怪呀，问我，你怎么会拜他那个？我说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你不知道，我知道。啊，去年第一次我访问日本，啊，拜访日本一个老和尚，中村康隆，97岁了，啊，身体也不太好，坐轮椅，头脑清楚。见了我之后啊，跟我讲啊。全世界宗教的创始人，通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那日本那些法师听的这个话都呆了，告诉我，哎，他说法师，我们老和尚一生没有讲过这个话，啊，怎么今天会这讲出这个话出来？啊，我说老和尚给我印证。啊，现在在日本佛教界里，大概这个是最年岁最高的了。啊，那么我这个理念到处在宣扬呢，啊，我就更有信心了。啊，那么在今天。讲经说法的人少了，真正修行的人也少了。啊，如果有真正修行的人，真正讲经的人，众生就有福了。啊，灾难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可以减轻。可以延后，啊，这是肯定的。啊，昨天我跟大家说了，啊，江一子老师画的这个千手观世音菩萨，啊，那是普门品的图说，啊，这跟讲经修行的法师没两样。他用了一年时间，啊，现在呢，完成了一幅伟大的创作，啊，地狱变相图，啊，那是什么呢？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图书。我说他这个图是诸佛菩萨加持，城隍在旁边照顾，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图六十公分高，50公尺长，差不多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像的，应该是将近30倍呀。
他那个一年完成，这个也是一年完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神来之笔，我知道，这是佛菩萨大慈大悲，特别加持，赶紧完工。啊，为什么呢？化解灾难。啊，我看到当中一段，啊，十五分之一，这个图，我就发心要印一千张，一张就是一个城隍庙。啊，你们哪个人发心去复制一张，你就造一个城隍庙，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问为什么？我讲经的时候，不晓得讲过多少次。啊，我说中国这个民族，在这个世间立国几千年而不坠。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早就消失了，只有中国存在。什么道理？我说中国有三宝啊，啊，这三宝是什么呢？第一个，祠堂，啊，祠堂非常重要。祠堂叫什么？叫孝啊。啊，第二个，孔庙，孔庙叫师，尊师重道。你看看，佛说《无量寿佛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净业三福比什么都重要。啊，佛讲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三世诸佛，这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他们所修学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是一个法门啊。无量法门呢，都是以净业三福做基础。你就晓得这个重要啊。净业三福头一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看看，祠堂是孝养父母象征啊，孔庙是奉事师长的象征，这是二宝。还有一宝是什么？城隍庙啊！啊，城隍庙这个宝的时候，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谁知道呢？印光大师知道。叫什么？叫因果教育。人能够孝亲，能够尊师，能够懂得因果，这个人就是贤人君子。这个人绝对不会做坏事，这个人决定不造业。啊，社会上这种人多了，自自然然风调雨顺的国泰民安了。三宝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姜老师跟我同学。年轻时候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比他大很多啊。现在是，这是大不多少了。啊，那个时候我都叫他小朋友啊。啊，我们真难得志同道合，秉承老师的教诲。自行化他了。来帮助这个世间消除灾难，啊，所以我遇到他，我就请他画这个地狱变相图，画西方极乐世界图。哎，他告诉我，早年老师也是这样教他的。我说，老师教你的是因，现在我找你是缘，因缘具足，果报就要现前了。
这个地狱变相图，哎，画出来之后，下面是极乐世界图。我相信画极乐世界，一定有阿弥陀佛诸佛如来加持，啊，这是肯定的。将来这两张图挂在两边，让大家看看你愿意到哪里去。啊，这两条道路啊，由你自己选择。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啊，今天我们做的这个事业，啊，在世界法来讲呢，这是历史的事业。啊，在佛法、在宗教里面讲呢，这是救世的事业，不为过人，没有过人。啊，这一点我们的理念非常接近。啊，所以我欢迎他到澳洲，到图文巴，这个地方非常清净。啊，是画极乐世界图最好的一个场所。啊，因为这个要心净则佛土净啊。啊，心地清净才能得佛菩萨感应。啊，那么他在那里画这张图，我害费这个住的地方，我就不会让人去到那里打扰。啊，我也不会让人到那边去参观，让那边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啊，希望他在这个地方完成这一幅的著作。啊，这两张这个大的这个图画，这图说了，我深深相信啊，能传千年万世，能传遍全世界。啊，现在这个复印，这个复印的技术非常高明，啊，这复制的技术。啊，那么希望这个图画出来之后，啊，至少我们要复制1000张。啊，我们做这个大的殿堂来供养，啊，要在两边，要对这个殿堂长度要50米呀，那这一边挂一张50米呀，啊，正好现在有人在那里找地，是找了一块大地，啊，我说等我从印尼回来的时候，我来去看看。那么这是祠堂重要啊，孔庙重要，城隍庙重要啊，但是城隍庙一般认为这是迷信啊，这个概念还不太容易转过来，恢复比较困难。但是这幅画呢，这幅画实际上是城隍庙里面的心脏，城隍庙里面的教育的核心，因果教育，阎王殿呢？啊，那么复制，我初步估计这一张画了，大概在美金，恐怕至少要2000，啊，可能要到3000，啊，一张，希望能印1000张，那就是。世间呢有1000个城隍庙，无量功德了啊！希望我们同学们啊，共享盛举啊，把这个事情完成，不辜负姜老师一番的心血，也不辜负啊诸佛菩萨的慈悲护念，天龙善神都在祈求世界和平。都在用尽方法来化解这个世间的劫难。啊，这个图书
我相信收的效果会非常之大，比一般法师讲经效果还要殊胜。啊，法师讲经不是佛教徒他不来听，这个如果是在这个艺术馆里头、博物馆里面展览，那什么样的人都会能看到。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啊，所以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比印经好得多啊！啊，今天早晨台湾还有同学给我打电话，啊，印经，我说印经的钱留到我们复制地狱变相图，啊，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做好，向全世界介绍。啊，那么将来这个图呢送到哪里呢？我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博物馆、大学博物馆，在那里展览。博物馆就是城隍庙。好，谢谢大家啊！现在时间到了。